先照一下，这看不出来，是不是？这看不出来，这叫运动伤害。哦，运动伤害。二十四小时气在走嘛，两小时一个时辰嘛。那时刚好走到这个地方，气要下来，刚好去解决。哦，安尼啊。所以有淤血，好像水管哦，好像水管水管哦，去凹掉了，对。张老师。哦，水管折到那个地方，变成水会喷出来，懂不懂？这里会以后影响到心脏的肠胃。现在应该很轻嘛，是不是？我把里面的淤血调出来就好。有问题，最后会显得好像正在扎，正在扎，梅花正在扎，把气抛出来就好。像梅花针在扎，像梅花针，100根针在扎嘛，这就有问题，是不是？马上停一下，忍耐一下哦，一次就把它解决掉。再三十下好不好？是不是淤血？你除了这个以外，肠胃要注意，肠胃不好，是不是？肠胃不好，对吧？这就是肠经，我拍这里肠经都出问题。再照一次看看，清伤了没有？好了没有？好，可是这边还是有一点点。没关系的，大概三次就好了。现在觉得差不多。哎，好多了。现在有好多了嘛，保证的。